看看新闻网。先生今年45岁，上海人，妻子刘女士今年45岁，浙江人，两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但在婚姻生活中却始终为了孩子争吵不休。然后呢，他站起来，你做啥？你做啥？就掐了我脖子，他啪啪给了我两耳光。究竟是丈夫太不关心孩子，还是妻子过于紧张？这个用不来，我那个那去洗他一个，我做女我来做啥一个？我作为妈妈的，我很看重。你不同意的话，就交给我呀，我不会为这200块钱去省的。婆婆与媳妇之间又有什么难以解决的矛盾？那你就找个老板呀。我没讲过的闲话。白阿姨又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侬阿婆讲搿闲话，等于是追了两个的离婚。侬搿闲话勿对哦。敬请收看《新老娘就知丈夫和婆婆为何天天跟我吵》。家长里短不用愁，都来找我们老娘舅。各位好，欢迎准时收看每晚播出的《新老娘舅》节目。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和上海市司法局共同主办，我们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而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今天来现场进行调解的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白万清白阿姨，欢迎您。而打电话来向我们求助的是丁先生，问问看丁先生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助解决。最主要是阿拉我有我帮阿拉老婆搿种家里事体，屋里事体啦，那么还其他阿拉老娘事体。因为我帮阿拉老婆呢，伊讲啊，其他事体我就烦我，对啦，搿么那阿总肯定是牵到老娘身上去了。婆媳问题还有你们夫妻问题，对啊，你们主要为什么会吵？主要是有多数还是为小人。到底丈夫丁先生与妻子之间为何会为孩子经常争吵呢？难道在照料孩子方面，他们夫妻有着什么难以沟通的障碍吗？小孩的什么事儿会吵啊？随便啥事体，反正就讲，反正讲的随便啥事体，就讲伊，或者是讲，假如讲为小人提理财了，侬假如讲只反对意见啊，就是有可能就屋里要开战了，肯定要吵啊，要么我让步。男孩女孩啊？两个人，两个女儿，双胞胎。对。哦，那行，那你们的教育问题可能比别人是要稍微复杂一点啊。那你说说看，主要你们会为孩子吵什么？你先举出一个最近的例子来。给他最近一摊例子就是讲，就是讲小人就讲，出微量元素嘛，为了给他吵项目，就吵到法院。今天子呢，那吵到不是干事了，吵到卫生间去了。啊？就因为孩子要测微量元素，夫妻俩就吵架，要吵到民政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测微量元素怎么就测着测着到民政局去了？测微量，这本来微量元素测这个不是好事儿吗？因为我当初讲，哎呀，搿种物事，阿拉老早也勿测啥物事，我想搿种物事啊，测勿测别物啊，好像无所谓，对吧？咾我就讲无所谓，那么谁要求测？哪里要求测？就是幼儿园里发通知，幼儿园里说最好测一下啊，就是拿个通知，就是你自愿不自愿，然后打个勾吧，再交上去吧。那么我呢，没仔细看，我就想让你们逛去了。那么过了几天，可能撕破脸翻，因为那当时也拉给了。那么老师说一个，你忘记打个勾了。我看个辰光，我估计要就一个多礼拜了，对吧？我想有可能小朋友一个老师讲过，好像没给他没接个，那么大概是一个礼拜，泡沫差不多要融好了。弄好了嘛，我还没当回事体，反正因为小人个包啥物事，除脱我之外，没人去看呀。呀，我只有讲，经常过辰光看下包里头啥小物事啊，或者是伊拉做了作业也带回来个，对吧？我就讲其他呢，反正我也应该说了。好了，就为了搿桩事体了。反正搿桩事体就开始矛盾就开始起来了，没就开口就骂唻。我那个侬哪不去洗他一个？侬做女我来做啥一个？帮就是一直需要的。这就奇怪了，照理说就算丈夫一时大意让孩子错过了测试微量元素，作为妻子的也不应该破口大骂甚至动手啊，难道这其中还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让妻子勃然大怒？幼儿园说测不测微量元素已经就是测到民政局去了，你们俩是的，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是小班的时候，反正我跟他们的想法就是很多达不到共同点，比如说像这个幼儿园放通知单，小孩子要测试微量元素，我作为妈妈的我很看重，因为小孩子他铅过高就会影响他智力，影响他钙吸收，影响他发育，对不对？然后比如说锌缺的话就会影响
他的生长发育，对不对？然后我们不会特意带小孩去医院里做检查，然后幼儿园里面他为这样的小孩因为特别看重嘛，他们都会又不抽血又不怎么样，就是剪一点头发去测试，只不过是100块一个小孩，我两个嘛就比别人多一份，就200块钱，对不对？然后我就坚持，我说要做，对不对？然后我女儿说了，妈妈说那个单子哦不行的，勾错了。她当时跟我说的是，为什么你不去管呀？为什么你不去填呀？我怎么知道了？什么什么就恶狠狠的。我这人呢很有脾气，我知道我脾气很坏，我听着你这样恶狠狠的对着我呢，我的脾气也上来。我说那当时你不是在填吗？你不填的话你拿给我呀，你不同意的话就交给我呀，我不会为这200块钱去省的，对不啦？我说你当时你说不够你就交给我，你为什么又拿着手里呢？到时候到现在你又说没够，又说没交上去，对吧？然后嘛就这样吵了嘛，然后就结束了。结束我想没有结束，他说你打了他一拳，没有，这是你管的吧？没有，这是前面哦、前面。然后呢我想这次吵了吧、肯定这个单子会交上去了，然后他自己也到包里去拿出来了，看到这张单子了，根本我想他这次肯定是交上去了，因为吵了一架了嘛。可结果又等了几个星期啊，等了几个星期，我女儿我给她洗澡，我再帮她洗澡，他说妈妈我们幼儿园里小朋友检查过的都缺铜啊，谁谁谁缺铜啊，谁谁谁缺什么。那我说耶，那你呢？我说你呢，你缺什么呢？我没有，没检查的都不缺，检查的都缺个。我说我急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你的没有呢？我不是交上去了吗？为什么你的没检查呢？是因为你的单子你没拿回来还是什么？他说不是，是我没检查。不对了，对吧？刚刚洗好澡，我就抱着我女儿，就她在那个玩电脑游戏，我就抱着她到她身边，我说你怎么搞的？你到底东西交上去了没有？为什么到现在又是没检查？怎么一回事情？你到底？根本我站到她身边去了，她是说话很不客气的，对吧？很凶的，每次她都是这样的，问我啊，你也不会去弄啊，什么什么的，对吧？那么我说你这当时不是你在弄吗？你当时你不弄的话，你就干脆说你不能拿个单子拿在手里不吭声呀。我抱着我女儿到她身边，我就站到她身边去，我就恶狠狠的，是恶狠狠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叫上去？你就干什么呢？对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然后呢，她站起来，那做啥？那做啥？就掐了我脖子。她先掐你的脖子。对。到底当时是妻子动手在先，还是丈夫先掐了妻子的脖子呢？面对如此激烈的争执画面，在场的孩子会有何反应呢？我女儿抱着，由于我这样搞了呢，她啪啪给我俩管呢，然后再掐着我脖子呢，我女儿吓得妈妈妈妈，然后我就把我女儿抱开了，抱到她坐北面房间，我睡南面房间，我就把女儿抱到南面房间去。我女儿说妈妈你不要去，拉着我说妈妈你不要过去，你不要过去，你不要去。我说你不怕啊，你坐在这里，我给她动画片开好，我不希望她看到我们打，然后我把她门关好，我再过去的，我是跟她，我耳光打得到她吗？我打不到她的，对不对？然后呢她呢就手掐过来呢，再掐过来呢，我一口咬到他，这里给我咬了一个大口印。这个不应当吵，搿吵了应该明堂嘛，就当事人的错就可以了，要稀稀里糊涂了。我搿桩事体是有错呀，啊，你家里没告呀，还是没关系。所以夫妻道理嘛，哎呦，人的错有啥呢？小事化了，对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欢喜搿样子。应该小事体闹干。那你搿趟你为啥个吵起来是吧？就是讲为大为事体，搿都为。因为我不然会回去了，根本我吃好了嘛，小人会冲打脱了，打脱以后呢，根本伊来了，来了以后呢，伊看见我稍微打好了，伊再去冲一冲，如果把伊气硬了。婆婆刚刚洗干净的碗，媳妇为何一定又要再洗一遍呢？难道这对婆媳之间也有着什么难以解决的矛盾吗？我刚刚打好了去冲一冲，跟我讲侬明早吃，明早冲我啊，随着骑得过来对吧？跟我讲我今朝我带了菜了，菜了这个米侪是我倒了，根本吃是要倒的，我吃是要洗的。那么一个侬先洗，那么讲我说不定啥人先洗，我也是讲个对嘞，为什么婆婆洗完碗之后，你把它又拿去冲？再去洗洗，光都没做大，没做清，我再打，不要紧的呀。你是不是觉得没洗干净还是怎么样？对不啦？听一讲，哎，
我家洗碗是这样洗的，之前呢我都没去在意过，然后呢在现在上班呢，我看到人家都很注意这个洗洁精啊，说洗洁精啊怎么样，那么我就两个小孩的碗呢我不用洗洁精洗，吃好呢不要进到盆子里去，没油的就水龙头下面冲冲洗洗就好了，对吧？那么小孩子呢体质很差，我大的呢前面咳嗽一个多月好了，就后来发展到轻度肺炎，然后再挂水，好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又开始咳嗽，咳嗽又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嘛，你说体质这么差，我想嘛，哥们哦，各方面注意一点。哎，我问你，你是光冲了孩子的那个碗，还是说你冲了我所有他刚才洗过的碗？我冲了我孩子。你为啥胃啊？你吃小人胃，小人胃大脱了，大人胃来再一次胃吃了胃，本来就不大了。哦，小人胃大。哥们，哎，婆婆啊，伊冲的是小人的胃，我觉着这个，那我就问侬，侬可以理解吧？因为我有时候碰着阿拉朋友生小人了啥的，他们很严格的，那个什么奶瓶要什么多少多少温度消毒，然后那个奶要冲到多少温度多少刻度。非常严格的，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理解妈妈这个心情，因为孩子嘛他就怕那个洗洁精有残留他再冲一冲。不是我打我洗洁精也不用，也不用洗洁精，侬也不用的。说到与婆婆之间的矛盾，媳妇刘女士也告诉我们，自从进门怀孕开始，婆婆就对自己有所不满，到底当时发生了些什么矛盾呢？广告很短，马上回来。怕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中国每卖十罐凉茶，七罐加多宝，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怕上火，喝加多宝。我订的书到了吗？还没到。这个，我说了还没到，明天再来试试吧。德芙总赏丝滑，全球顶级赛事尽在 Best TV。携手未来六年英超联赛强势登临，380场高清比赛，场场不烂，百事通和您一起见证传奇。这个怎么卖？您看这西红柿个儿多大，颜色红，都是我自个儿种的，施加的天然有机肥料，绝对没有农药。慢。他说的是真话。没诚信真费劲，关注诚信，建设诚信。父女无法相见的背后，刘先生称他与孩子生母有过一段荒唐的婚姻。爸爸老想着我，我母也想着我，阿拉没等来一道过。那么小人哪能会得生？就是那一趟有了小人，做亲自鉴定做下来。是什么让两个姐姐都不要弟弟的财产？我现在可以当白老师面讲。今后的房子我一分不要。侬是不是最希望的就是大伯再讲搿句？我觉得大家再重新分。我不要。要慎重的去考虑自家的权益。神龙啊，请放弃对我们的治疗吧。改变你的三观，亮瞎你的眼。全新动漫创意真人秀《看我72遍》，每周六晚10:30，新娱乐为您倾情呈现。这是干嘛？补平瓷药让它光滑洁白啊！你的牙釉也不平滑，牙渍藏在那儿不容易刷白。全新中华磁感白，微米级美白因子，牙齿表面更感光滑洁白，绽放磁感白。中华磁感白，微兹发现肌肤新生魔法，改善十大老化痕迹。全新微兹10号魔法液，神奇新生魔法，真实科学见证，卓效抗老，天然精粹，深入直击十大老化痕迹，肌肤更显紧致、光滑、饱满、透亮。肌肤新生魔法，薇姿10号魔法液，亲临薇姿专柜，真享新生好礼。薇姿，实现你的理想肌肤。家长里短不用愁，都来找我们老娘舅。不管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矛盾，亲怒不当，阿拉新老娘舅接不住热心礼物。6248-0569，5870-2626，5200-0701。6271-0015，我们将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我们为您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阿拉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记牢个私门电话。
究竟是丈夫太不关心孩子，还是妻子过于紧张？这个就不对，我那个你那不去洗他一个，我做你我来做啥一个？我作为妈妈的，我很看重，你不同意的话就交给我呀，我不会为这200块钱去省的。白阿姨又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侬阿婆讲搿闲话，等于是追了两个的礼物了，侬搿闲话勿对哦。丈夫和婆婆为何天天跟我吵？正在播出。到底当时媳妇怀孕时还与婆婆发生了什么冲突呢？3个月之内的时候有见红，因为我这个呢就是说医院里当时配的呢就是黄体酮量很大很大的，天天打的。那么我去呢，干嘛见红了要去医院看完，医生呢就说了说要保胎住院，干嘛他就回来呢就跟我婆婆在厨房间里说医生说要保胎什么的，我婆婆嘛就说，说人家都怀孕的人都没啥事体的，阿拉屋里向事体就是特别多的，这样那样。当时侬是讲了搿闲话吧？我没讲过这闲话，我没讲过。干嘛当时？搿个闲话呢，侪会得讲。我讲不听，我怀孕辰光还有保胎，阿拉阿婆还会得讲。哦哟，人家在比，人家养个小人事体也没，侬是烦嘞！今朝保胎，明朝保胎。我是救护车救到上海来。针对这个问题，白阿姨也对婆婆提出了批评。我说哎，干嘛保胎？人人有啊。我说有的人都还得去。你去解释干什么呢？还得去开一个房间保胎呢。结果他说，那你去找老板去呀，哥。那你去找个老板呀。白阿姨，我要跟你，我要讲了啊。我当时一句话没言语了。哎，欺人的老板搿种闲话，我讲过。不是欺人，不是这个。伊要保胎辰光对伐？白阿姨对伐？伊三趟进医院去保胎，我三趟早上头，我做过每天早上头小菜烧好再送得去对伐？早上头去，夜里向老爷回转来，从来不讲句闲话对伐？搿嘛对伐？算了。后头来年小人2个号头以后，阿拉儿子感冒被堵着了。就讲搿趟保胎辰光，侬讲人家小人侪承担来，阿拉屋里向事体最多。我讲为什么？我想没讲过的。人家有辰光保胎还要待到一间房间了，根本侬去嫁个老板哦。我不是搿能意思嘞，保安，我听讲，哪能会得气得讲嫁拨老板对伐？2个号头以后，你个小人勿生毛病了对伐？生毛病到儿童去看毛病回转了以后，你回转了以后，俩小人娃辣穷哭，穷哭我就讲了，我讲侬小人娃辣穷哭，哪能勿去保你对伐？伊讲啥？伊讲我做牛做马，伊讲，搿侬做牛做马为啥人做呢？为我老做牛，侬想好做个对伐？我就讲啊，我讲侬要适意去寻个老板。这个闲话是从这个人开始讲啊，我没讲，就这个开始讲头。那侬做阿婆讲搿个闲话勿对个。咾么，伊是讲做你做母，哪能好讲伊？咾么，侬这个闲话就意思叫那叫伊他那儿子离婚了。侬讲做你做母，跟我去寻个老板，对伐？阿婆搿个闲话勿对，对伐？哎，人家讲大人勿见小人过，伊勿讲道理，侬阿婆也勿讲道理啊？侬阿婆讲搿个闲话，等于是叫伊拉两家头离婚啊？侬搿个闲话勿对个。搿个讲老做阿婆的搿种闲话最勿好讲，哎，随便啥闲话好讲，搿把闲话勿好讲，听到伐？我婆婆就是她的一个姐姐，她女儿有我到她家的时候，她女儿可能就有11岁了吧，留了一个塑料奶瓶，她留了10多年，我女儿出生了，她送过来给我女儿泡奶了。我说这个怎么还能用？十几年的塑料奶瓶，你怎么还可以拿过来给我女儿泡奶？我不要用，我婆婆就开始开骂了。我老公跟我公公跟他说，哎呦，不要干了，不要干，我就要干，我就要说，为什么不能说？人家好心给你，你怎么就开骂？我当时我要跟他吵的话，又要吵了。我当时我什么？谁的十几年的奶瓶啊？姐姐。姐姐，我老公的姐姐，女儿10多岁了。哦，这个是他的女儿，他的孩子啊。这个事我要怪你处理的方法不对。这个奶瓶你跟老公讲，对吧？搿奶瓶用了10几年了，好像我记得搿把塑料门是有粘的，葛末㑚老公会得考虑。我跟他说过，那老公送出去，他侬送出去两样的。没有，我跟他说过，我跟他说过，他。那个呀，跟他说过没用呀。婆婆，我想问一下你啊，你觉得那个奶瓶没什么问题是吧？十几年的奶瓶，我也没讲啥没问题。你把俺女儿嘛啊好心给个，一下个奶瓶扛了一把没用的啦，我拿得来不那好用我就用用，我那不用我就用拐他们就拐他那个对不啦？搿有所以侬也无所谓了对吧？拐他了侬骂伊做啦？我啥地方去骂过伊啦？伊讲伊侬骂啊？
哎呦，人家好心，你就是不识好歹，什么什么的，一大通嘛啦。好啊好啊。人家我老公跟我公公都叫他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就要干，哪能不干，什么的。显然，这对婆媳之间因诸多的琐事已经矛盾重重，伤痕累累。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场的观众老娘舅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自己也是从媳妇熬成婆的，作为媳妇来讲哈，我可能把我的经验跟你讲一下。作为媳妇来说哈，对婆婆哈要理解，要把婆婆当成自己的妈来看待，对吧？男方的父母也是你的父母，你要尊重他们，对吧？对婆婆好一点。婆婆至于讲那些话，老人嘛，岁数大了哈，啰嗦，有些话你就不要听，就装那个这个耳进去那耳朵出来，索性有些不好不中听话就不要听，也不要跟他去争，没意思。在观众老娘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白阿姨也先将丈夫和婆婆带进了密室。现在发觉这个拿这个信物呢，人不坏，真的不坏。我可以不坏啊，我可以不坏，真的不坏。但是呢，那现在就是他与处理的关系高头呢，方法不对。万一我听讲了对吧？我发觉侬有问题。他女人家去吵啥嘛？阿拉老公不想啊。没吵呀。哎，搿讲也勿要讲。我就是讲，侬家自家把头某某地方打。伊勿会得想侬，就讲，阿里家头侬家自家有啥物事怪，我人又怪了勿是，伊勿会帮打。阿搿侬打了伊只挂了里头，伊勿会帮你出去说。搿种有啥讲头？那我没讲。阿拉老头子出差，搿个辰光勿会得做事体的辰光，我出差一个礼拜，伊吃个饭摆辣海，吃个饭等我回来，屋里向所有碗全部吃光，堆了介高，我回来一只只打他，我也从来勿去讲伊，搿有啥讲头啦？我讲侬听，侬辣辣迭个屋里向，侬要学会，真的要大气，勿好计较。夫妻道理了，勿好有啥事体计较，晓得？侬一有啥事体计较，就样样侪计较。那现在是样样侪计较，讲闲话也计较，为事体也计较，搿侬搿日脚哪能过啦？侬做阿婆的辣屋里向是等于是，侬说了算的，等于是最高领导，最高领导还要大方，不要去他。心无去计较。在密室中，白阿姨对丁先生和母亲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随后她也将媳妇带进了密室。你是怨妇，一个家里女人是关键，你自己要自己想一下，这个家里有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所谓原则性的问题，虐待啊，对吧？或者丈夫酗酒啊，赌博啊，吸毒啊，或者外边养小三啊，这些原则性的问题都没有，你们只不过是口水仗，口水仗不能多打，你知道吧？口水仗多打，夫妻感情都会打掉。你这个婚姻不是讲一定要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应当是我为这个婚姻应当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家里没有原则性的问题，离婚的事就不能提。对于双方，白阿姨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么回到调解场上后，白阿姨又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呢？广告很短，马上回来。杨兰姐，哎，都准备好了。好。嗯，牙龈出血了。试试新高露洁360卓效护龈，它能减少牙龈线周围的细菌、牙龈出血和红肿三周起效。看，没血吧？新高露洁360卓效护龈。李秘书好。大家好。读书重要，身体也很重要，跟我来。肯德基每年举办3人篮球赛，鼓励年轻人天天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我是中国肯德基篮球大使，欢迎你加入我们。肯德基林书豪公仔独家限量首发。什么是可以吃的舞台剧？是盘子会跳舞，是番茄能唱歌，还是公鸡会功夫？公主的盛宴10月9日火爆开席，赶快订座4008806672。20年前有一部电影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如今由中外联合团队倾力打造的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于2013年温情上演。人间大爱，亲情无价，世上只有妈妈好。
不要错过，快来和妈妈一起感受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母爱魅力。抢票热线9623388。父女无法相见的背后，刘先生称他与孩子生母有过一段荒唐的婚姻。爸爸老想着我，我妈也想着我，阿拉没等来一道过。那么小人哪能会得生？就是那一趟有了小人，做亲子鉴定做下来。是什么让两个姐姐都不要弟弟的财产？我现在可以当白老师面讲，今后的房子我一分不要。侬是不是最希望的就是大伯再讲搿句闲话，就是大家再重新分？我不要。要慎重的去考虑自家的权利。喝得到的阳光健康，选洗发水的理由，一个不够，我给你五个。全新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系列微胶云精华，解决五大受损，秀发重现强韧柔亮，五大受损，一个对策。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系列。上海人刘先生与女儿分离将近十年。我那有机会比大多回来去。爸爸老想着我，我母也想着我。父女无法相见的背后，刘先生称他与孩子生母有过一段荒唐的婚姻。一直到离婚，阿拉没等来一道过。那么小人哪能会得生？就是那一趟有了小人。小人是侬的啦。做亲子鉴定做下来。今晚七点，敬请收看《一呼百应》。欢迎继续回来收看新老娘舅，如果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也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我们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而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搿份人家呢没啥原则性问题，对吧？侬讲一定要有的这个恶习伐，一般嘛阿拉一般闹离婚闹，要么男的嘛酗酒咯、赌博咯、吸毒咯，对吧？割姘头咯，对吧？或者娘家嘛弄松这个心窝咯，我现在听下来才不成嘞。那么大家你个矛盾出了啥地方？矛盾实际出了心窝头了。伊没用那个家庭，伊把个家庭是等于是四面楚歌。侬看，丈夫丈夫不好，婆婆婆婆不好，阿公阿公不好，伊觉着自家老孤立，也觉着自家老委屈的。屋里向一有得搿种一句闲话啊，一桩事体啊，伊要把搿桩事体无还不了。反正新婚嫁到婆家，有一个过程啊。问题是侬辣辣过程当中，侬作为婆家哪能来对待新婚？阿拉侪做新婚，对伐？阿拉新婚刚刚摆到婆家辰光，除脱婆家的人，侪是格格勿入，陌生呀，大家没磨呀，对伐？而且搿辰光，因为我嫁到婆家去的辰光，我高头一个阿嫂嘞。因为阿拉阿嫂已经辣辣伊拉屋里向几年了，伊他阿拉阿婆关系老好，我总归觉着自家有一种哦，伊拉对伊好，对我不好。那刚刚出去的辰光是有搿个感，是有搿个感觉的。但是问题辣啥？问题就是要双方面了。一个作为我要融入搿婆家，那么作为婆家接纳搿个新妇，丈夫也好，阿婆也好，辣处理脱新妇的问题上啊，不大道理。我要举一个例子了，假使侬阿婆打个碗，老公回来打，侬会得这个寻后事吧？绝对不会得寻后事，啥道理？因为伊是我儿子。那么新妇来打了，侬要寻后事了，啥道理？因为侬本身就对这个新妇就没接纳你呀，脑子里根本不有搿种想法。对吧？既然是夫妻了，又没啥原则性的问题，两个小人也介可爱，对吧？啥道理一定要想到离婚呢？想也不要去想，珍惜，好吧？珍惜，大家侪45岁的人了，对吧？好好叫培养个小人，
不好形象。一家人家一年到搿种环境哦，对小人影响老大。下趟呢，下趟这个两个小人下趟脾气侪会得老怪。就在白阿姨调解的同时，我们也为双方草拟了一份调解协议。经过片刻考虑，双方决定签订协议。节目的最后，丁先生也主动来到妻子身边，夫妻两人手牵手一起离开了录像现场。看到这一幕，我们心里也十分高兴，衷心地祝福这对经历过风雨的夫妻能够越走越好。